今天进不去了。你好，我是小布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临时决定，我们去世界级酒庄看一看，转一转，品品酒，看看世界级酒庄。网红的打卡之地，就每次到了这个地方，到了拉萨，然后就会在这里打拍个照。哇，这葡萄结的非常非常好，一串一串一串的。因为时间匆忙，所以忘记了这次需要预定，特别是疫情期间它有临时的一个限制。房子的话，他说是姚明的那个酒庄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有个朋友说的。每日营业，但是我里面旁边看到人呢，看不到。哇，那里转不过去了，后面就是停车场。今天进不去了，给你照一幅的。你好，我是小布，本来想去拉帕品一下酒，然后顺便买一瓶红酒回家提升一下个人格调，结果由于出发比较匆忙，所以没有进去喜欢的酒庄去。那我们这次的话就到这里。最后的话用几张比较优美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